刚才还在这儿呢，找找，快去找找，快去找找。国顺，那天约好了跟你去领证，我没有食言，我去了。可在去的路上车闸坏了，我崴了脚。等我到公社的时候，你已经走了。我想这可能就是命吧。我们努力过，可依旧没能走到一起。知道你和银凤要结婚了，我也很为你们高兴。我祝福你们，祝你们能白头偕老。你就别哭了。哎，爸，你也别生气了。五寨原上几十年了，谁家也没丢过这么大的人呢。老钱家修仙人呢，出了这么个祸，我真恨不得一头撞死。哎呀爸，你这说的叫啥话呀？国顺再不好，咱是不是也得去找他呀？找他干啥？他死在外头更好。就是这儿，就是这儿。看，还有东西呢。馒头，快跟着。姓钱的，姓钱的，出来，你家人呢？哎呀，哎呀，这，哎呀，干啥呀？咋回事啊？哎呀，他大姐你来了。什么？少废话，把你们家钱货事给我交出来。就是，交出来。哎呀，都是亲戚，有话咱慢慢说。谁慢慢说？我问你，我们家银凤呢？银凤她走了。走了，走哪去了？啊，大清早坐着花轿来你家，你说我们走哪去吧？就是，她没回家呀。回家，回家，我们还来？你看这成啥人了？他家啊，这看来钱国顺逃婚是真的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别跟我说，叔，你教育的儿子可真好啊！哎，你咋这么跟我爸说话呢？咋了？你咋跟你爸说？我跟你爸这么说跟谁说？跟王八蛋说？你咋骂人呢？我就骂了，你们钱家坏良心，往后还断子绝孙。你们家断子绝孙，你们家才断子。你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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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你家，就你家，你就你能？姐，跟他废什么话呀？砸了他！对，砸！我看你们敢砸！哎，哎呦，莫嫌你们都别，你敢砸人家东西，我跟你们拼了！我跟你们拼了！哎呀，是你！你敢过去，别想进钱家一步！爸，爸！钱的，我告诉你，咱们两家没完。今天我把你们家砸了，你要是再找不着人，明天我们还来。我走，走。沈宁啊，回去托个人给张家带个话，明天晌午我亲自去道歉。爸，他都把咱家砸了，你凭啥给他道歉呢？将心比心，都一理呀、啊。这事儿说到大天边上，咱也是理亏。这事儿摊到咱头上，也解不了这气。那咱就这么忍了。爹娘，咱现在是背着棺材过黄河，不得不给自己留条后路，你懂吗？走。
谁呀、啊？曹师傅。谁呀、啊？我。曹师傅，你呀、啊，我说你啊，你该着急是不是？你不着急啊？哎，上哪儿去？我找新月。哎呀，先你看见喜字了吗？哎，啊、奔着喜字跑，都在餐厅里呢。哎呀，好，谢谢曹师傅。哎呀，这表哥当的，嘿。这么大的事儿还来晚了。哎，都等好啊！连牡丹，天上的星星把月亮陪伴，恩爱的夫妻，甜蜜的伴侣，从今后你们两家要在一起学习和生活，让我们为他们幸福美满的生活共同祝福，好不好啊？好。下面我们有请新娘新郎的证婚人王书记。咱们呢先让他们来一个传统的节目，雕苹果。结婚的大喜的日子，我们是合法夫妻，有结婚证了。你别闹，我警告你，听见没有？我们三十年就结婚了，我们三十年就是合法夫妻了。我叫王总，你干啥？被你碰见了啊？你干啥？我告诉你，吴明远，顾新月是我媳妇儿，不是你媳妇儿。是你媳妇儿，我老婆。放屁！大晚上别打，给我放手！哎，放开！放开！你来干啥？你来干啥？关小门！顾新月，你为啥要抢我男人？啊？谁是你男人？你是我男人，你不是我男人。你看看你戴的是什么？看见了，张银凤，看见了吧？不是你男人了，顾新月，天底下那么多男人，你为什么要叫我男人呢？我没有。你还说你没有？你别装出那副可怜的样子。你还说你没有？你，哎，咋了？我是你媳妇儿，你啥时候是我媳妇儿？我不是你媳妇儿，我为啥要带着这个啊？有本事今天你娶她，有本事你今天娶她，她要同意嫁给你，我就认了。顾新月，你说，你是嫁给我？嫁给他！啊！你干嘛呀你？你干啥？你上什么耍流氓？我都要报警了！你耍流氓！你报过去了？我干啥？还耍流氓？来了，来了，给我拖出去！啊！拖出去！你干啥？给我拖出去！说干啥你？干啥你？干啥你？你别打我男人！我告诉你，你耍流氓！你敢动我？姑娘，我跟你说，哎，走！你跑到县城里找我干啥？谁让你跑到这儿的？要不然我才不来呢。
你跟人家干啥去吧？你给我站住！你干啥？你到底想干啥？你跟我回去，过去的事儿就算过去了。你放心，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。那行，那你说吧，你去哪儿？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你凭啥跟我去哪儿？你？我是你媳妇儿，我嫁给你了，我当然就得跟着你啊。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你是我媳妇儿。嗯，你是我媳妇儿。那咱俩吃过苹果了，拜过天地了。钱国顺，你他妈弄完了吗？啊啊！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不站！不站！不站！我就坐下。好好坐着啊！我走了。钱国顺。